过补给空气里面的二氧化碳氢气，经过这个一系列的这个操作步骤，压缩净化，然后经过微生物的一个催化和发酵，分离出来乙二醇。那用这种全新的这个生产技术生产出来的这个塑料瓶啊，每生产这么一吨 PET， 它可以减排1.3吨的二氧化碳。那我们回收来的瓶子，通过几个步骤可以制成我们看到的这个衣服啊、包包等产品。16个瓶子可以做成这样的一个衣服，可以说是非常的环保了。